发出。那今仔日要讲到已经传到要跟咱分享的信息是一件美事，一件美事。各位兄弟平安，平安。今仔日要分享的信息是一件美事，一件好的事。好的事，咱人人拢爱做，总是安怎，总是不一定是照咱家己的意思。我会记起以前读册时阵吼，捌听过一个故事，就是三十树仔的故事，我毋知影你敢有听过吼？有听过，搁做一解听吼。我记起这个故事的是讲，这三十树仔拢真想要互主来使用。第一丛树仔就讲啥？伊当初就讲，我以后吼想要做一个。藏珠宝的箱啊，下人藏足贵重的珠宝，足贵重的物件。第二张书啊，伊讲啥？第二张书啊，讲哇，我想要吼变成一只船，真大只的船，会当载上帝的使者去较远远的所在。第三张书啊，伊讲啥？第三张书啊，伊家己平房，伊讲吼，伊想要安怎？伊想要安怎？生到真远真远哦，会当甲天灵安尼，会当合住伫地，会当孝养住。总是安怎？总是咦？有当时啊，咱想的不一定照原本的安尼来做，结果安怎？不一定照原本来做，有可能哦。但是第一张树仔伊变成，伊嘛真正变成伊要成做，伊要吼成做一个器具来使用。总是安怎，伊毋是贵重诶，伊是卑贱诶。伊变成啥？伊变成吼，即有人讲吼，伊变成一个咧伫饲料互动物食诶器具。第二个是变啥物？第二个嘛无变大船啊。第二个变啥？第二个变凹凹的船啊，破破烂烂的。第三个搁惨。第三个变成啥？变成树啊，变成树啊，用插落来，伫路边无路用。总是咱头我讲的，第一个变成毋是贵重的器具，比较的。总是安怎，伊变成耶稣出世的，放耶稣的出世的婴仔的好所在。第二个做的是安怎？第二个伊变成啥物？虽然傲傲有古板板，总是伊带耶稣，即只船带耶稣去向丰盛，显出主的荣耀出来。第三个，无人要甜的，放伫路边的茶，互人凊彩捡起来，顶一个十字架。这个十字架，就是耶稣救咱的性命，真侪救恩的记号。咱会当用这个短短的故事来去想，有当时咱想要互上帝用。总是上帝要引出咱的是无同款，啊！咱今仔日妇女纪念主日，搁有伫过偌济进前的这段时间，咱通用这段经文来想，一件好事，也是讲耶稣所讲的一件好的事是啥物意思？咱看着讲这段的经节是安怎？这段的经节是记载耶稣要奉掠的前几天，耶稣含伊的门徒去伯大尼遐食饭。伫伯大尼遐，佫有一个伊喜欢的家庭，就是马太、亚撒罗佮玛利亚的家庭。所以咱会当对这去判断哦，可能。这段经节马可福音的经节含约翰福音十二章的一十到八十，遐讲的应该是相款的玛利亚，因为有足侪玛利亚，但是咱对照来，应该会当发现讲，应该是
约翰福音十二章遐个玛利亚哦，啊，咱看即个玛利亚伊安怎，伊将真贵重个那台香油安怎，拍破即个约翰，佮拼伫耶稣个头壳。犹太人安怎？犹太人个生活，伊真爱香油哦，因为呢，因感觉人客来个时阵，伫头壳顶。甲好个朋好朋友，也是因看重个人客，抹一点仔油伫因个头壳顶，感觉是欢迎，也是真尊敬个意思。啊，伫总体嘛是共款拢会用着哦。总是咱会当想，即个有个人伊真特别，伊真奇怪，伊去拍破迄个玉盘，总是安怎？伊搁去接受着上严格的批评，哦，咱当对无同款的角度来去思考，来去敲锤，因为这段经节要予咱的信息是甚物货？哦，经节一读就读着讲，遮伊只有咱头先有读着的，就是啥物？这个香油哦，讲着讲伊价值300外银仔的，哇，这300外银仔。安尼算起来，差不多是一冬的一个工人的薪水，遮尔啊济哦。当这个富人呾伊讲破这个玉环的时阵，周边的人看到非常的生气，哦，无佮意。佮讲安怎？佮讲伊家己直接讲，这是真完全哦，真完全的浪费哦。因为讲啊，这个香油啊，价值300的面啊，会当来予送香人。咱来看讲，是安怎？玛利亚伊这个行为，是一件特别保罗也是讲牺牲的代志。因为咱当去想想，那么这毋是一当的薪水。咱想想，玛利亚伊是一个富人啦。有可能用的是上倍，搁较侪的费力来准备一件代志。所以安尼想讲，肯定伊应该是对主会听了解，也是讲对主会听有搁较深的看见，互伊会当安尼催逼伊来安跟着。啊，咱想想看，这段经节拢锁定伫迄个富人啦吼。其实咱当今仔有一个新的思考，就是咱当去敲锤，就是其实这个经节的中心点，有可能是打破这个行动，打破这两面。哦，咱当看到讲，伫三十个进前的时阵，咱当看到的是这石头，搁有建学士，咱当发现着啥物？咱当发现讲，耶稣伊无伫迄个建学士，也是祭司头遐食道，伊走去啥物话？伊走去一个泰戈西门的人所在，这是安怎？这是违背当时的环境的思想文化，因为伫遐有讲着。有教导，袂使让即款的人食的，哦。反正伊怀内个伊胎哥的遐，哦，这实在是真奇怪的代志。总是咱会当发现着，耶稣伊有决定，哦，伊决定啊，献出对人的疼，哦，献出对咱的疼，这也是玛利亚所看起的。所以耶稣会讲，随在伊，伊做一件好事，因为耶稣是咧做一件好的事，玛利亚来回应伊的听。哦，因为咱通常咱拢会把迄经节锁伫即个富人啦，其实是一个打破的中心的思想。咱再来看。咱看讲，这个玛利亚伊安尼做，总是安怎？边仔的人敢有感动？无，边仔人无感动，佮安怎？
佮不满，也是批评论断，伊接受真严格的检验，也是真严格的批评哦。因感觉讲这是一种浪费的方式，诶，大家生活拢无好过啊！啊，周边有真侪宋乡人，总是恁来安尼做，啊，要行这个好事的话，应该咱身边有侪侪的好的人，拢有侪侪宋乡的人需要去帮助，需要去做一件，需要去做侪侪件好的事。这种想法，大家听的时阵，诶，大家想的时阵真有道理啊！做事的态度会让予咱来思考，吼，也是来反省，就是安怎？大家认为我哩啊做个代志是浪费，总是有可能这是有掠家己的观点做观点吼，去忽略着代志，也是本相的面貌是啥物？有可能周边的人安怎？有可能周边人伊真正。内心有可能是一种批判、自私、骄傲，还是无感情的想法伫内底。我会记得有一个哲学家有讲话哦，讲有当时论断实在是真正是一件危险的代志。是安怎？即个哲学家有讲话，讲论断有当时会表现出你内在真正的想法是啥物？哦，这是我会记哩，一个大家来讲个真趣味个一件代志。哦，因为这无法度予人看代志个真个面相。哦，佮亲像咱个窗仔门下雾雾个时阵，咱无法度看到真水个风景。啊，是讲咱要去旅行个时阵啊，车个窗仔门雾雾无清无明个时阵，咱无法度去看到上帝创造水的环境，哦，水的伊的创造，哦，予咱欣赏，予咱看的是假一张出来。咱每当个想的是啥物？就即条经站啊，去往即条经站，咱每想的是啥？同款，就面人真正有关心迄个欣赏的事吗？哦，有可能无啊，有可能因家己发现讲哇。我向主的心无够，哦，咱会当看，哦，咱有早先跟咱当看伊这段经章的前一章和后一章吼，是安怎要伫这个中间插一节，哦，来表明什么？是不是讲，耶稣伊打破这个传统的文化？玛利亚看到伊做个代志，玛利亚同款嘛来回应，哦，嘛来勇敢来回应，哦，因为对当时个环境是无稳准的，哦，对当时个不管是温度对耶稣遐温度学生，还是经学师，还是这一时头拢是同款的，即个环境就那像个亲像一个巴西的一个神学家卡曼拉，伊讲来讲，当我予宋乡人物件的时阵，伊叫我圣灵。总是我问宋乡人无物件食的时阵，伊确实叫我啥物话？伊叫我用山洞。咱再安怎讲？第三世代哦，佮有拉丁。美洲遐个国家吼，因为伊面对的是无公义的环境，无公义的社会，你甲宋乡人，因拢变成牺牲的一个结果吼。所以，下要解决宋乡的问题，佮爱去放弃本来的结果，本来的管理，本来的原本的。一个环境哦，虽然讲伫迄个时阵，拉丁美洲的教会天主教会，因嘛做真好真水的代志，总是伫教会后来的时阵，后来的时阵，因的
一个大诶环境含政府，煞有呾变成一个统治含军事共款，拢变成一个统治诶集团。哦，所以，哦，就是咱像一个画画面来看，哦，变成一个无公义诶结果。所以啥物？所以即个我才我讲诶，即个卡麦拉伊就讲即句话哦，等我物件吼。重要的伊叫我姓名，但是我拢讲，伊啥物来无讲通知的时阵，因煞我反动来讲我是共产党。所以咱会当讲着啥物话？一件好的事，包括卡麦，一件好的事是啥物？伊本来伊就是要成就一件正确的事。这件正确的事，伫原本的意思，搁有啥物？就是一个拯救阮的意思。总是要做一件好的事，较有容易。有当时也无容易啊，就像迄、那个耶稣，伊明知影，总是安怎？伊完成白事。遐个温度，因为耶稣互掠的时阵，也是无真正明白耶稣的时阵，有当时啊，逃走的，有当时啊，有无同款的意见，总是即个富人人伊遐个人，伊有呾勇敢来去做。我头我讲过，我乡有，遐伫塔克店。伊违背当时生活文化环境的传统的眼光，伊去做一件无共款的代志。咱会当讲做一件好的代志，有当时也是不容易的哦。咱嘛会当讲，的确咱无伫迄个年代哦，咱无法度搁一概做共款的代志哦，来表明讲，咱对。耶稣的名，总是伫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才有讲着讲吼，做伫一个祭司社，就是做伫我的心中。咱来去想，敢毋是安尼吗？咱中华吼，除了嘛，咱中华除了我以来中华的时阵，我出名是啥物？出名是哇，互咱出名是食安的问题，互咱出名，互咱知影讲哦，中华出名。总是咱毋知咱中华阁有一个真出名是安怎？有人做水的代志，即个马喜乐阿妈，以前伫真少年的时阵，当读护理的学校。就来到台湾，来奉献伊家己的专业，来做伫志愿者所在。咱若讲虽然是真困难，总是安那，伊有学习耶稣，学习玛利亚去回应耶稣的疼，伊去做一件真难的事。尽力尽家己困难的事，伊当初一粒麦啊，甲真济吼，当时咱若去马士乐博物馆吼，咱会当看下讲哇，我有一过去的时候，我发现讲有一个司机的朋友，伊常常坐到遐，原来伊是阵啊马士乐阿嬷所饲大汉的囡仔，咱来当讲一件。好的事是甚物？一件好的事是无配偶。咱看这张图，有一个宣教师，咱毋知讲，是安怎比如讲，咱台南是安怎变成一个较文明、较先进的所在？其实，因为是坐坐宣教师伫遐开拓文化教育，吼，迄个都市会当真侪先伫迄个
当时迄个环境较进步一点嘛，即、這个较进步一点嘛，就变成改变咱台湾无共款的文化，改变咱创造咱无共款的历史。中午迄个是巴克的牧师，我会记得伊，咱拢知影，全教授要来台湾，会有济拄着的困难。总是我想讲，内面讲伊无退后是啥物？伊伫二零客家庄咧传福音的时阵，互遐个既得利益者喏无佮意，所以变成伊互化赛。总是安怎？总是伊嘛是勇敢的去回应，再来讲啥？讲哇，这个肥料会当做真好的物件，实在用伫我的身躯，实在真浪费。咱当讲有当下要做一件好的事，嘛爱有勇敢进前的心。咱再来看的是啥物？咱嘛知影一件好的事。会当嘛？会当互主来纪念一件好的事，嘛会当进入永远的国度内底。咱嘛知一件好的事是安怎？爱共同来创造的，共同来完成的。所以咱会当讲一件好的事爱安怎？爱有新的眼光伫内底，亲像耶稣，伊有新的眼光去看当时的环境；玛利亚有新的眼光去回应耶稣要做的代志。有当时啊，咱伫个即个过程中间，有可能我知影上帝伫我诶。信仰勇敢要做甚物货，总是有可能有起起落落的时阵。但是咱通过今仔日的经节，咱通了解一件好的事是安怎，尽家己的气力，一件好的事是无退后，有勇敢的心，一件好的事是安怎，是有新的眼光来看我的环境，要看上帝引带。来完成的代志，所以咱会当讲啥物？咱会当讲，有当时啊，你有真无了解的所在时阵，总是咱头我讲的，着精进，着精进，好的精进，上帝要引带你伫你的生命中做一件好的事，这件好的事要影响济济的人。咱做伙三个来祈祷。听我阿爸的上帝，我甲你讲，主是我伫遮，你找见我，主你帮助我，伫你的旨意的内底，予我来为你做一件好的事的心志伫内底，主你嘛帮助阮，有对你来的眼光，予阮看待你对阮的呼召，你爱阮性命，为你做济的代志。主你嘛予阮有新的眼光来回应，主你对阮达人伫无共款的身份。无共款的生活，无共款的所在，总是你要叫我独独做的一件代志，是荣耀你的名。这个荣耀你的名是水阁好阁无比的代志。主，你来帮助我，我的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谢谢。